听你妈的，蹂躏妈血，守愿生个孩子得了。哇，李川，你我的鸡，你干嘛？你怎么知道我这里了？我看到你了，你买这么多东西干嘛？什么东西啊？买了一些菜。准备干嘛？你买回去吧，买了我这里的干嘛？买了看你做菜挺好吃的，我想说你做饭给我吃啊。你上次还说我炒的菜不好吃。哎，我现在又想吃啊。滚蛋吧！你看红色袋子是什么？这个红色袋子里面油啊，哦，他给我买了一桶油啊，多少钱？然后我给你吧，把钱给你。不用，我以后经常来吃饭就行了嘛。我不要你破费。这叫你看你做饭用不愿意吗？我不要你破费。那我买都买了咋了？都不好意思，你拿去退了吧。还能退吗？肯定可以退啊，又没开的，又没用过的。哎、走吧，那你上楼，一起上楼吧。那你今天怎么舍得买菜买油过来了？啊？我妈跟我说的。你妈跟你说什么？就是我过来搞饭吃啊。什么味道？爱的味道。滚蛋吧你、啊！油嘴滑舌的，赶紧吃。真的是，你才吃饱了吗？吃饱了、啊。吃了几大碗？两碗。不用你搞，等会我来收拾，你坐着休息一会儿。不用，我就收一下，洗一下吧。李才，嗯，你好久没抱，不是，应该是说你很从来都没有抱过我。哎呀，好多油，我先洗碗了。不用你洗，放那里吧。真的不用你洗，放那里。那等一下我怎么好意思？你都炒菜了，我的碗都不洗。要不你留下别回去了。问题是你这也睡不下呀。你知不知道我要求了你多少次了？啊？那你说我睡哪里嘛？你睡这头。我就睡这边嘛。洗，而且你开玩笑，你这个床这么小，我一个人躺下去就。没地方了，嘿嘿，切，那你答应我，我问你，你什么时候可以留下来？要不然下次我们租一个宽一点的。为什么要租一个宽一点的就可以在一起了呢？哎，太窄了，不方便的呀。你是有多不方便了，姐姐？太挤了。要不，听你妈的，蹂躏妈血，守愿生个孩子得了。你又让我开心了，是你让我开心的，你一直一次次的拒绝我，真的是，就知道拒绝我。大姐，你的脚是不是几天没洗了？好像有，这个袜子有五天没洗了，你都闻到味道了吗？味太大了，好吧。走开，还嫌弃我来了。八姐，你别说，你今天炒的菜比上次好吃多了。因为是你买来的菜啊，然后爱的味道嘛，是不是？那以后我天天买过来。哎呀，报销吗？要不要报销？不用。我想要你抱一下我，你从来没有抱过我。来抱一下。嘿嘿嘿嘿，就近乎真的抱的时候你又不抱我了，没有抱的时候。你出去玩去吧。不去，我就躺着很舒服的。你刚吃的饭就躺，这样很容易对身体不好的。我没事，我又不胖。